日前大方认爱圈外男友小徐，上个月还开心公布怀孕的喜讯，后来也在 IG 透露宝宝是个男孩，他也帮宝宝取名为小腰果。最近他在社群分享近况，透露竟然梦到在联考，他发文写道：做了个大噩梦，居然梦到我在联考，时间快到了，我却只写了1/3试题。他提到男友小徐也出现在梦里，当时对方在旁边老神在在，他说完蛋了，我今年考不过了。对方回应他明后年都还可以考，但他心里想说，我怀孕还要每年考试，是否太苦了？最后他被逼急了，就和男友说，能不能让我抄你的答案？但是又很惶恐，怕被发现。就在各种情绪到达顶点的时刻，他就醒来了。天文一出，立刻逗乐大批网友，还有粉丝笑说，可能是小腰果要给妈妈出考题啊。另外，即将升格当妈妈的他，今年将迎来第一个母亲节。他在天文中提到，他收到了第一束母亲节花束，让他感动到红了眼眶，直呼这真的是好神奇的感觉。